超级赛亚人。这个奈落落之后再接近，真的重攻击取消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牛哥游戏。那我们来看本场比赛，左边是赛亚人对战右边的小孩，把名字改一下，超级赛亚人。你听名字里面带超级的 super 啊 super， 名字比较大气，比较霸气的。现在我们看小孩这里用的是不能用五强角色啊，只能用非五强角色来打对方的主力，难度有点高。不过今天晚上看目前的对局来说，小孩队是占有一个绝对优势的。赛亚人这边是首发是选择了 EX 的布莱恩啊，来自美国运动员队的橄榄球选手。这个角色特点就是说啊，输出非常高啊，打人特别疼。欢迎我心威廉回家，晚上欢迎棒棒一个看抖音的人。我还胜在拳脚功夫。好了，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自小孩的红丸头，他的首发没有了，超级精没有了。好，连续两个前前 C 之后打对方的中段破蹲防，大拜年，一个大拜年之后，小孩的红丸也跪了，一挑二的局面，谁能获胜？是小孩还是赛亚人？用玛丽来守底，玛丽真是战逼解冲，对方重拳再抢招头。反击逃之后，我们看小孩这边的话还是把对方控制在板边的位置，垂直剑吕多，小孩对方凹大招 AB， 再 AB 三个 AB 前冲重拳前 A 之后再接垂直剑，这个大招纯粹是超级赛亚人是绝望凹了一下呢，希望能赌对了，但是还是不行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进的朋友，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，那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丝们。现在的局面是超级赛亚人对战小孩，跳状态压逆向。哎呦！你觉得小孩能不能直接拿下赛亚人两个币？反二了。难道说他要玩一个反三局吗？让二追三啊！大周最近比较忙啊，忙着发财了。欢迎我为红颜痴回家，晚上兄弟。那现在的局面是草踢精，超级赛亚人的王牌小草连续两个重腿，玛丽的血量还有两个，小草这个奈罗罗能不能打出来？王瑶再接一个七赖，开心美女都不热闹。哎，六董哪儿去了？今天晚上六董这看来生意不错呀。赛亚人拿下了小二的一个币，赛亚人牛叉，给他点个赞吧。那么目前小二剩下了五个币了，今天周五生意应该可以。感谢歪的小兵的啤酒啊，谢谢五位红颜痴兄弟的灯牌点亮，欢迎白面书生，欢迎大圣威廉姆。小孩没关系啊，这是啊，今天周五啊，今天我都过糊涂了，每天啊，来，今天周五咱们庆祝一下，给主播来点个把灯牌亮一下，没有关注的话给主播点点关注，好吧？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赛亚超级赛亚人对战小孩的玛丽了，淘地方在首发，打红丸不是玛丽啊，玛丽手底。大拜年又来了，又打一挑二吗？这把能不能打出一挑三来？你觉得呢，朋友们？觉得能一挑三的刷一个六，觉得小孩能赢刷一个六啊？小孩也要努力加油了，不然的话会被赛亚人罚站了，连输两个币就被罚站。这个大汉叫做布莱恩啊，也有管他叫做拜仁的。那现在局面怎么看？大橄榄球选手又被玛丽封在板边，一样跟上马一样。上马也是靠玛丽打一个反三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还胜在力挥能力啊！对你这个高级黑，换个盆儿，换个盆儿，兄弟，大叔啊，换个盆儿。现在海吹们少了很多了啊，海吹们少了很多了，要换以前。直播间里全是海吹的时候，你要被喷死，你要被口水淹死，我跟你讲。
欢迎星空朋友。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被小孩又打反弹局，看来游戏啊，麦克版的马太风漂亮，真的是让二追三，给小孩刷个蛋啊，给小孩刷个蛋，真的是牛叉呀，因为都是我自己体验过的。你可以拍下那个红酒啊，今天晚上、啊、上红酒了，万三哥加了红酒，非常好吃的，非常好喝的，还有洋酒。我们来看这场比赛啊，来自于小孩对战超级赛亚人，拿下了赛亚人的一币，赛亚人还有三个币，小孩这边的话也是剩下了五个币。下逼两钻木鸭，一个战青犬确认小升龙，哎开，这把不错啊，拿下了布雷恩，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了。 EF 就怕被关厕所，欢迎小丫头回家，晚上好老妹儿。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超级赛亚人，这个奈落落之后再接近，真的重攻击取消醉勇发勇，昨天一瓶拿破仑喝翻了三个人啊，可以啊、嗯、你可以再拍，好喝不开心啊。买三送一啊，买四送二，拿破仑加油。我靠，可以！我们来看这边，叶莲娜已经浮空了啊，已经浮空了，打不着。白兰地，我可不敢喝啊，喝红酒。哎，道理穿挺好，老铁回家。那现在的局面是，叶莲娜再次浮空，哎，在哪里？够不着我。水晶传送先打不过防御方，小孩出机会来了，对方奥了个。赢了小孩，